栩栩如生的小摆设，实用美观的装饰品，时尚流行的小挂件，这些造型各异、细腻精致的作品，您能想象是用什么制作出来的吗？这些呀，都是软陶作品。软陶又叫彩陶，它是用软陶土创作出来的。19世纪，当德国雕塑家创造软陶土这种材料时，由于它具有高度的延展性和可塑性，充分满足了人类的创造欲望，于是很快便风靡了整个欧美地区。软陶土进入我国的时间大概有10年左右，最初流行地是在台湾地区，现在软陶这个称谓就是沿袭了台湾的叫法。那么，什么是软陶土呢？软陶土是一种人造的低温聚合粘土，它的外观像我们经常看到的橡皮泥，所不同的是，它除了能像橡皮泥一样塑形之外，还能放在传统的烤箱里进行低温烘烤。在整个烘烤过程中，软陶土都不会收缩，而且能保持原有的颜色。烘烤后的软陶作品能实现设计中的形状和层次，并且作品变得很硬，这样就不容易变形。难怪有人预测，软陶土是21世纪最迷人的工艺材料。那么，用软陶土可以完成哪些软陶作品呢？初学者最常学习制作的是各种花纹的陶珠。用陶珠可以随意搭配，制成项链、手链、耳环等，既古朴典雅，又展现了自己创作的艺术之美，非常受追求个性的时尚一族的喜爱。用软陶土还可以制成各种小摆设、小纺织饰品、雕刻品等等，凡是您能想到的，都可以用软陶来进行制作。学习了软陶制作工艺，我们可以自己开店，随时根据顾客的需要来制作一些流行的饰品，同时也可以在店里开设教学培训，教学员自己动手制作。可以说，软陶制作的市场前景是十分广阔的。软陶土本身是食品包装级原料，再加上一些无毒的染料、软化剂及有机溶剂。所以只要是合格的软陶土，都是对人体无毒无害的安全材料，我们可以放心使用。软陶土在常温下可以保存2年以上，通过冷藏的方法甚至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。二，基本工具。制作软陶作品需要使用一些基本工具，下面我们来分别给您介绍一下。美工刀、裁纸刀，也可以用文具刀替代，锥子、剪子、刻度尺、不锈钢棒、滚筒、尖嘴钳子、擀面机、 AB 胶、瓷砖、电烤箱。介绍了软陶制作所使用的工具之后，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陶珠的制作方法。陶珠是软陶作品当中比较简单而且比较常见的一个种类，学会了陶珠的制作方法，我们可以举一反三，制作出更丰富的软陶作品。陶珠按制作方法分有2种，一种是由坯体和贴片组成的陶珠，还有一种不需要坯体和贴片，直接揉捏成型的陶珠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贴片陶珠的制作流程。先制作坯体，然后制作花形贴片，将花形贴片贴在坯体上揉匀，就基本完成陶珠的制作了。现在我们先在桌子上放一块瓷砖，
我们接下来所有的操作过程都是在瓷砖上完成，因为瓷砖比较坚硬，不容易被割坏，而且它的表面比较光滑，不会沾软陶土，所以是一种理想的工作台面。现在我们来制作坯体，首先进行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揉土。这是一块带包装的软陶材料，打开塑料包装，我们称这时的软陶土为生土。这种材料是不适宜直接用来塑形的，因为这时的软陶土还比较硬，在操作时会产生裂痕，所以要先将软陶土揉软。揉土是所有软陶制作的第一道工序。揉土时一般都用手掌来揉制，特别是一些体积比较小的材料，用手掌揉制是非常灵活的。但是如果是体积较大的软陶土，用手揉制就会非常费力，这个时候可以借助一些工具，比如擀面机。用刀将软陶土切割成合适的小块，将一头捏扁之后放进擀面机里，擀压3到5遍，土就基本揉好了。擀面机不但省力，还可以克服手擀造成厚薄不均的问题。如果软陶土放置的时间过长，变得发干发硬的话，这时候可以加一点软化水，然后再进行揉制。软陶土揉软之后，我们将它揉成圆球状或者长方体，这是保存材料时的常用形状。将软陶土揉好，我们就可以进行坯体制作了。制作坯体，柱体的直径要尽量达到一致，不要有粗有细。我们可以用刻度尺量好尺寸，这样就能保证每块材料的体积均匀。然后将圆柱体切割成小块进行造型。我们把切好的软陶土揉捏成不同的造型，比如球形、鼓形、方形、水滴形、柱形、弯柱形等等。我们也可以依据自己的创意，随心所欲塑造出更加复杂的造型，这样坯体就做好了。下一步，我们来制作花形贴片。现在，我们以一种有代表性的花瓣形贴片为例，来重点介绍。这就是制作好的花瓣形贴片。现在，我们来开始学习它的制作过程。准备一个圆柱形土条，直径1厘米，长度为6厘米，备用。花瓣的颜色我们用紫色。一般市面上销售的软陶土颜色有10几种，如果没有我们想要的颜色，您可以利用现有的软陶土颜色进行调配。我们用青紫色和白色调配成紫色，青紫色与白色的用量比是1:4，分别将青紫色和白色两条软陶土揉搓成长条形，然后将两条软陶土交叉卷在一起，将两条软陶土块揉搓成一条软陶土，如此，这样多次反复，直到两种颜色完全混在一起，紫色就调好了。
用同样的方法来调浅紫色。调浅紫色用到的白色会更多一些。将两种颜色擀压成片状，长度为4厘米，宽度为6厘米，厚度约为5毫米。将多余的边切掉，先用浅紫色图片包住白色圆柱形土条，包住的部分为外围面积的2/3，这样就能产生花瓣的图案。再用同样的方法包深紫色的图片，包裹完成之后，然后将桃体均匀拉长，将桃体等距离分为5份，作为花瓣备用。切去两端不均匀的部分，下面我们来做花心。选一块黄色和绿色的软陶土，因为原有的绿色比花心的颜色深，所以我们在绿色中加一些黄色来调成嫩绿色。分别将两种不同颜色的土擀成同样大小的土片，将两条土片整齐地叠在一起，一端要擀得稍微薄一些，然后从一头开始卷起，卷起时注意中间尽量不留空隙，将软陶土压得紧一些，注意收头的地方要滚平，看不出接缝的痕迹，卷成圆柱形，将土卷在操作台面上慢慢滚圆并拉长。土卷的直径可以通过不断的揉搓而变小，这样花心就做好了。现在我们将已经做好的花心和花瓣组合成花形，注意花瓣的拼摆要大小均匀，位置均匀。做一条三角柱，将它分为5份，将三角柱拼入花瓣与花瓣间，组成一个圆柱体，同样要摆放均匀。挤压搓长，再拉成不同粗细的土条，将土条切成薄片，因为土条的粗细不同，所以薄片的大小也不一样，这样图案的变化才能更加丰富。切割土条，刀片轻轻向下移动，并且前后推拉，土条也要轻微转动，这样就能防止已经做好的土条图案因为挤压而变形。花瓣形贴片就基本制作完成了。利用相似的方法，我们可以做出很多花形贴片，如线条纹、羽状纹、叶状纹、风车纹等等。我们将花瓣形贴片铺贴在坯体上，轻轻地将坯体揉圆，融成一体。贴片没铺贴到的地方可以加一些碎片来填充，这样就做好花形陶珠了。我们可以把陶珠打磨，使陶珠的表面更光滑，因为软陶是一种很细腻的材质，所以不适宜用较粗的材质打磨。
然后我们再对陶珠进行穿洞，选择一根金属锥，用金属锥在陶珠中间穿洞，这时一定要注意穿洞的技巧，一边旋转金属锥，一边向下用力，直到穿透陶珠，然后翻过来，反方向重复以上动作，最后就完成了。穿洞后，把陶珠放在烤箱里进行烤制，这样花瓣型陶珠就制作完成了。贴片陶珠用到的是将贴片贴在坯体表面的方法。用同样的原理，我们还可以将贴片贴在花瓶上、针线盒上，这样就使原本普通的小装饰品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感觉。下面我们来介绍另一种陶珠的制作方法。这种陶珠不需要贴片和坯体，直接揉捏成型。相比较第一种方法来说，这一种会比较简单。我们以仿翠玉陶珠的制作方法为例来介绍。仿翠玉陶珠，将白色的软陶土加一点绿色的软陶土调色，不需要完全调匀备用。另外取一点黄色的软陶土放入到刚才调好的颜色中，用小刀将调好的土削成碎屑，然后选一块白色的软陶土同样削成碎屑，然后将所有的碎屑捏在一起成为一个圆球。注意不要揉得太均匀，这样才能显现出自然的纹理效果。将圆球略为压扁，外面捏平，在中间挖个洞，然后进行打磨，使表面更加光滑平整，这样仿翠玉陶珠就制作完成了。四、软陶的烘烤。软陶作品揉捏好之后，下一步就要进行烘烤了，因为在烘烤之后软陶土就会变硬，软陶作品才不容易变形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烘烤之前的放置方法。一、放置。在烘烤之前，软陶是不可以挤压和粘连的，防止变形。因此我们在放置的时候要保证每一个软陶作品之间相互有间隔空隙。我们可以把作品放在叠好的纸架上烘烤。我们选择的电烤箱最好是上下都有电阻丝、带定时旋钮的，这是最为理想的。因为微波炉烘烤比较难以控制，所以不推荐使用。将烤盘放入烤箱内，设定炉的温度为120度，时间定为10分钟，烘烤温度不要超过150度，以免发生裂痕、烧焦等现象。基本原则是1/4英寸，也就是大约6.4毫米的软陶作品，烘烤时间为15分钟；2/1英寸，也就是大约12.7毫米厚度的软陶作品，需要烘烤的时间是30分钟。如果遇到的是比较小、比较薄的作品，炉温还要降低，时间还要缩短，以防烤焦。如果遇到较大的作品，时间也可以适当的提高，炉温也可以适当的提高。对于较大的作品，第一次烤制不透时，可以再烤制第二次，直到满意为止。这里呢，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将不同的大小厚薄的作品分类放置，
然后把相同厚薄的作品放在一起烘烤。无论是什么牌子的电烤箱，买回来之后呢，我们都要对软陶进行试烤，这样才能准确地掌握烤箱的温度。我们不要单纯地依赖说明书上注明的数字，因为每一种烤箱都是不同的。烤制时间结束后，不要急于开箱，一定要等温度下降以后，先将烤箱门半开，晾制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完全开箱。这样做呢，是为了防止陶珠在高温下突然遇冷炸裂。开箱取出烤好的软陶作品，我们用串联线将陶珠串联在一起，根据自己的创意进行主次搭配，这样就可以制作出简洁明快、风格清新的项链了。无论您想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，您的想法都能通过软陶创作来实现。您看，这是用软陶捏出来的人物头像，您能看出这都是谁吗？在软陶制作中，为了使创作更加丰富，除了最常用的软陶土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巧妙地运用一些工具和辅助材料，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软陶的创作空间。五、辅助材料的应用。利用工具做质感。我们可以利用生活中很多常见的物品来做工具，为软陶增添不同的质感。一个牙刷，大小不同的管子，哪怕是一片树叶，都能为软陶作品增添活泼的质感。锥子制作出的质感，梳子制作出的质感，牙刷制作出的质感。可以利用的材料很多，创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开发出各种不同的质感。